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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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的。爆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最后又反过来怎么对我们的印象。如果要救这个地球，现在是2021年，到2050年前，我们要有很多必须自我改变的能力，就是立即要快速的，而且大规模的减碳。2021年。人类尚未从新冠疫情重创中复原，却迎来了各种天灾的挑战。一场持续不到12小时的暴雨，一夜之间让西欧国家面临了200年来最惨重的洪灾。德国和比利时超过200人罹难，其中又以德国受灾最深。后两个星期，来自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慈济职工汇合后，走进洪水退群的灾区。在 Bliesheim, der sehr stark von der Flutkatastrophe Mitte Juli 2021 getroffen wurde, viele tausend Menschen in Erfstadt haben Hab und Gut verloren, stehen vor den Trümmern ihrer Existenz und sind jetzt mit dem Wiederaufbau.大水退去后，废弃物堆积如山，整座城镇就像刚经历过海啸，满目疮痍。这场被视为德国二战以来最致命的自然灾害，几乎要毁了北莱茵西法利亚邦这座中世纪的历史古城。古色古香的五星饭店，整个地面都被掏空。曾经观光客挤得水泄不通的小镇，如今断桥残壁，短期内赖以为生的观光收入难以恢复。不到一个月，隔着大西洋，另一场飓风也席卷了美国东岸。如果不说，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场景有一天会发生在纽约大都会。刚离开路易斯安那州的飓风艾达一路往北，无预警的暴雨造成纽约市区严重淹水，街道变成了河流，车子泡在水里再沉再浮，纽约地铁也难逃被洪水灌入的命运。纽约一度进入紧急状态，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下子这个雨全部从地下的这个排水系统冒回来，在地铁站里面，那个会水会从那边冒出来。大家知道那个水冒出来的位置其实是污水的排气孔，不是排水孔，它是连同这个从排气孔都冒出水来，就更不要说一般的住家，他们从马桶冒出水或是从污水下水道冒出水来。雨停后，淹水尚未退散，受灾居民将淹水的垃圾和家具搬出屋外，整条街充满了地下水沟的难掩气味。这边有没有被淹？有啦，你看这家就知道了。我们是那个纽约慈济基金会，我们灾难的隔一天，我们就已经有做勘灾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就一家一家去敲门，会租地下室，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就不会是很好的哈，
甚至有些是 non-document， 就是可能是非法移民或是打黑工或之类的。所以呢，你要跟他讲说，请问你是不是住在这里啊，或者说怎么样，那些他们会怕你嘛。然后我们就一家一家敲，看到他们那种惊恐，那种无助的眼神，无法想象就这么发生了。那你们这也多保重哦，我们这去的也很辛苦。住在 Park Avenue 153带去08的 basement， 我的家里面什么都没了，床也没了，所有的衣服啊全泡在水里，包括这个单车两个都泡在水里。我第二天我再去清理的时候，就碰到你们实际的那个阿姨，她就打电话跟那个经理说，你现在马上去实际给我300块。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感动啊，真的，我那时候一无所有啊，啃了一个面包用那个水喝的，是邻居给我的，太惨了。灾后纽约慈济职工迅速动员，接同红十字会启动急难救助机制，协助清理家园。我们也结合这个联邦跟市政府这边的紧急办公室，还有红十字会，我们一起去针对一些灾区做一个勘察。因为我们在美国跟红十字会已经有30年的合作经验，当红十字会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会第一个通知慈济，来针对合作救灾的部分呢，共同出现行动。所以我们这样子救灾上面呢，就会速度上跟及时性就会比较快一点。20年前，911恐攻事件当日，慈济和救世军以及红十字会是三大获准进入世贸遗址提供救灾人员后勤支援的慈善团体之一。一次又一次，灾难中携手合作，早已建立合作默契。Today we're gonna have a distribution again, because the victim area is really huge. A lot of people they still need the help.艾达飓风所造成的灾难也暴露出纽约的排水问题。没有人知道同样的灾难什么时候会再发生。像山迪风灾呢，它是属于海边低洼的地方漫上来，但是这一次的急降雨呢，全部集中在相对低洼，它就会全部水都集中在那边排不出去，动的程度会相对提高很多。真的要重视这个地球暖化，它是一个正在进行式。更猛的洪水，更强的热浪，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里，如今已经不再罕见。大水过后，重建工作持续进行中。欧洲慈济职工在重灾区租了一辆餐车，定点提供热食。这样好的话，你等一下就可以铺钱，对。他差不多，其实他只是对，他火小，就是要干。对对。德式餐车上要做出中式料理，难不倒这些在异乡开过餐厅的高手，难的是担心灾区缺水断电，不容易备妥食材。我们今天准备了炒面，自己的炒面加蔬菜。那我们有林师兄，还有杨师兄，还有苗师兄。前看了以后，就是了解到他们灾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热食可以吃，然后就马上说有提出需要煮肉食这个。因为他从灾区跟从备料的路程
真的很长，50几公里，然后呢又路不好走，对，所以我们刚开始真的是啊蛮压力蛮大的，就有点很怕这样，怕我们拿不出这个餐。今天我们是蛋炒饭，饭里面有加鹰嘴豆，上面还有那个海苔酥跟素松。这辆在巴特明斯特艾佛市中心免费供应热食的慈济餐车，因为天天变换菜色，很快受到了欢迎，连采访记者都忍不住来一探究竟。Ich finde diese Organisation zu Chi hervorragend, weil ich habe auch inzwischen schon gesehen, dass das sehr viele das Essen genossen haben. Die sind begeistert, die Menschen, dass sie auf diese Art ihre Hilfe erfahren. Habe auch selbst schon das Essen probiert und meine Frau mitgenommen, die leider wegen einer Lungentransplantation vor 2 Jahren, aber sie lebt, hier nicht hinkommen kann, weil das für sie zu schrecklich ist. Aber sie hat das Essen probiert und sie findet das Essen sehr, sehr hervorragend.Und es ist was anderes wie eine Currywurst. Ja, das ist einfach schön, wenn man arbeitet und sich keine Gedanken um die Mittagessen machen braucht und hier so leckere Sachen bekommt. Okay, es verhungert hier niemand, aber trotzdem freut man sich über eine warme Mahlzeit und das ist einfach etwas Heiliges.这台每天中午供不应求的餐车，除了以蔬食暖当地人的胃，也用近思语跟灾民结缘。Der Meister sagt, hört genau zu. Ergreife den gegenwärtigen Moment und mache ihn zu etwas Unvergänglichem. 把握当下，恒持刹那。Das ist sehr gut. So ist es meine Ziel. Möchten Sie auch? Ja, klar, mit einem Baum muss ich auch. Ja. Okay. Was der Tafel oben steht, das ist egal. Ja. Ja, alles mitspielen, wenn Sie das noch 20 Jahre machen möchten. Ja, das ja. wird auch gehen. Also. Ja. So.短短两句话，不仅解了80岁养蜂老人的忧愁，也替家园毁坏了的居民带来鼓舞的力量。Alles ist gut. Alles wird gut. Alles gut. Ja, alles wird gut. Alles gut. Alles wird gut, Ellie.Ja, hallo, ich heiße Sabine Preiser-Marian, bin 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Bad Münstereifel. Und ich freue mich wahnsinnig, dass die Chuchi Organization und die Foundation uns hier so unterstützt hat und mit so viel nettem Personal uns alle beköstigt hat, uns gute Laune gebracht hat, weil es war auch immer ein fröhliches Lächeln dabei und wir sind sehr, sehr dankbar dafür, für alles, was sie für uns getan haben und hoffen sehr, dass wir uns bald mal wiedersehen. Dankeschön.在被洪水淹没的地区重建家园是不是有意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气候变化导致强降雨的经常发生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当灾难过去后，人类需要做的就是为下一次受灾做准备。只要我们还在这个星球上，只要我们不对气候变迁采取任何措施，洪水、火灾、地震还会持续出现在未来的历史。原本科学家预期，要到本世纪末，地球才会增温到1.5度。然而，无奈又不争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再过9年，2030年左右，这1.5度就可能完全守不住了。历史总是在平淡无奇之中风起云涌。1765年，一位纺织工人詹姆士·哈格里夫斯意外地发明了珍妮纺织机，
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他的初衷只是想让同样是女工的妻子能不费力地多生产一些织布改善家计，却没有想到此后的世界，一桩桩机器取代人力的发明，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工作、娱乐与生活方式，也使得数亿年宁静的地球在短短的250年内翻天覆地。Across time, we can see that we, all of us, are changing this place faster than ever before. We can see the impact of the way we live, of the choices we make, and see their consequences.Activities are causing climate change and making extreme weather events more frequent and severe. Second, it shows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ffecting every region on our planet. And lastly, it explains that strong, rapid, sustained reductions in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ould be required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当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之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在8月9号发布了气候变迁第六次评估报告。报告中用字遣词不再像过去只是建议或提醒而已，罕见的坚定口吻表达了如果人类再无所作为，势必然扭转不了逆势，终将自食恶果。都是人类造成全球恶化的因素。Immediate.Rapid and large scale， 就是立即要快速的而且大规模的减碳，已经是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的严重迫切的程度。越来越精密的科学调查，越来越多的数据佐证，目前地球二氧化碳浓度是200万年以来最高，海平面升速是3000年以来最高，海冰面积是1000年来最低，冰川消退是2000年来最快。或许你对这些之最冷感，认为事不关己，但这些数字正在用实际的灾难视线，让你感受200多年来工业革命人类加诸给地球的磨难。IPCC 的这份报告呢，像健康检查报告里面的一个抽血，抽血之后，照完超音波之后，医生告诉你，全身上下都出了问题了，其实你身体上各种的并发症就会跟着跑出来。如果要救这个地球，现在是2021年，到2050年前。我们要有很多必须自我改变的能力。如果热浪、暴雨等极端气候是并发症，那么病灶的根源就是地球增温暖化。这是非洲马拉威的第二大湖奇尔瓦湖，湖泊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干燥，船只都搁浅在干涸的河床上。镜头再转到中东的伊朗，著名的观光景点乌尔米亚湖如今成了这般光景，游客没了，湖水也不见了。 People would come here for swimming and would use the mud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这些都是地球不断暖化造成的影响之一。原本科学家预期要到本世纪末地球才会增温到 1.5 度，然而无奈又不争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再过9年，2030年左右，这 1.5 度就可能完全守不住了。 IPCC 长达3900页的报告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分析而已，它已经是你眼前所见、目光所至的种种一切灾难。没有了家，都骂了，人也没有了，家没有了，啥没有了。好的，哎呀，别提了，没法提。没事，真的没法提。下面下的一人下边泡着。啊！这是个寻常的上班日，但搭上地铁后，却怎么也料想不到，竟然在车厢内度过了此生最惊悚的一天。车厢内已经到腰了，过腰了。往那边去。外边看到没？外边。烟花的中心正在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北偏，它有可能在我们华东一带。2021年7月20日，台湾东方海面上生成烟花台风。同一天，河南郑州等地淹没在一片汪洋里。20多分钟的时间，这个水20分钟左右就涨了1米半左右，整个那个四河全部都被淹了。为什么烟花远在太平洋上，却造成千里之外的河南罕见的强降雨呢？因为在烟花以及副热带高压气流的引导下，大量水汽透过偏东风源源不绝地从海上被输送到陆地，再加上地形抬升影响，才会在河南集结成灾。7月20日，郑州24小时内的降雨量就瞬间冲到了顶点。7月17到7月20日，光这3天，郑州就下了617公里，超过过去一整年的雨量。这些都是暖化所带来的极端气候现象。过去的偶发，都将可能变成你我最不想遇到的如常。你说你需要发电机啊，等等的。我们现在想过来你那边查看一下你那边需求，你可以吗？水淹过来之后麻烦了，家里啥都用不了。来看一下，然后给住。辛苦了，辛苦了，加油！刚开始我们是看到是郑州了哈，大家没有想到说是整个全省这么多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一个水患。那我们左边的家人向右边的家人送回家好不好？左边的家人，天安门好吗？分批去采购，第一时间去送达，等于说我们所有送到物资都是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对接，做到不重复，然后及时务实的这样的去给予这样的帮扶。睡在地上，那么睡在墙角，这个睡在马路上，睡在凳子上，睡在沙发里面，黏黏的，我们去给他送上折叠床，送上生活包，那么给到他们温暖。
烟花台风没有登陆河南，但灾情却严峻且广泛。真正的烟花在沿海发威，一路穿越台湾，再横扫上海、浙江，带来了风雨，也制赠了回礼。照道理听说你扔一个矿泉水瓶也就算了，对吧？怎么会有这么多喷雾从那边？不是只是我们每一个地区的，它是全球在流动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捡到国外的洋垃圾，对吧？海洋里哪里有这种东西？对啊，我就。制造的垃圾弄到海洋，海洋又还给我们了。这是鞋垫吧？是做鞋。大哥，我觉得他是跟人的脾气一样，一定会有一定的爆点吧？爆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最后又反过来怎么对我们？就是这样。这么堆垃圾，我们就生活在垃圾堆里啊。成堆垃圾的制造者是我们自己，极端气候问题的制造者也是我们人类自己。地球正面临变好变坏的气候临界点，一旦人类继续视若无睹、无所作为下去，我们真的将错过扭转地球与人类危机的最后关键时刻。台北西门捷运站外，一群年轻人在酷热下要抗暖。为了响应国际上 Fridays for Future， 就是周五护未来的全球气候罢课的行动，就是台湾的集结了许多青年团体，在联合国 IPCC 的报告之后，要为地球发声，希望高碳排产业能转型毕业，珍重不再见。的陆陆续续关心的个案里面，首先希望毕业的对象就会是比较高碳排的一些产业，对，或者是任何对环境有伤害的这些产业，都是我们希望毕业的对象。在转型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弱势的族群，他们的权益可能会被忽视。不管是民生还是经济议题，或者是疫情的议题，都一样重要。高碳产业进漏单，低碳产业靠近来。这是四个花瓣哦，这个临界点预计是在2030年。2030年的时候，他们可能才国中生，他们生活的环境会更多的台风，更多的海岸地方会被淹没。其实那是一个想起来就其实心情很糟的事情，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告诉他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唯有越多人了解，越多人有意识，才能化为行动，帮地球退烧。帮都市降温，帮下一代永续。再去让它流掉，让这些资源被流掉以后，他们所处的环境一定会是比现在更辛苦。甲烷是温室气体是最大的量，那甲烷来说的话，其实跟我们的农业还有这个畜牧业的生产活动是有100%相关的。二氧化碳其实它是100%就是人类这种燃烧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其实都是人类所造成的。地球可以产出人对食物对生活的基本需求，但却满足不了每个人的贪婪。以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生产方式，需要两个地球才能养活我们，但我们只有一个，而它正在死去。
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找地球以外的宜居星球，但残酷的是，目前并没有发现另一个地球 2.0。 地球是我们78亿人唯一的家园，也是穹苍下所有生命共同体唯一的生存之地。守护地球，从餐桌改变做起。守护地球，从改变餐桌做起。减少暖化，从餐桌做起。抢救地球，从餐桌改变做起。这颗汉堡是全球热销食物，我要用这颗素食汉堡改善全球气候暖化问题。如果我能帮助非素食者开始吃素食，那也许对于友善动物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尽一点力量。吃东西是一种领受，领受农夫汗滴禾下土的四季耕耘，领受天地万物赐给人类的滋养。怀孕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说，哎，原来我就是跟一般的乳牛，就是这种胎生的动物是一样的。牛他们也是跟我一样，哎，他们也是经过一个受孕的过程，然后怀胎，然后很痛很痛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生下来的那一刻，他的小牛就被带走了。你就可以听到小牛在呼喊妈妈的那个声音。然后你还可以听到母牛，它就是觉得它的 baby 被拉走，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在吃与被吃之间，同等思考自己与其他生命的关系，食物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海龟是不会喝这个的，鱼也不会吃这个的，水母也不会吃这个的。但是我们人类喂它吃这个了。美味佳肴带来的应该是健康，是幸福，而不是疾病的折腾、雨林的消失、生态的伤害。守护地球，从厨房改变做起。拯救生态，从厨房改变做起。守护地球，从厨房改变做起。2020年开始，人类历经了一场疫病灾劫，世界进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静止。一只隐形病毒就这样轻而易举、猝不及防地撼动了人们原本的生活。迄今超过2.3亿人确诊，夺走了478万人生命。尽管科学家依然还在追踪病毒的源起与疫病对抗，但这些都与不该上了人类餐桌的野味有着无可避免的关系。拒绝野味上餐桌啊！禁止野味上餐桌啊！拒绝野味上餐桌的。人们把生活自由的希望全寄托在各种疫苗上，认为疫苗是唯一的解决之道。然而病毒变种之快，疫苗也追赶莫及。啊，
其实，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21年6月就发现了另一种可能可以预防 COVID-19 的方法。他们团队在英国医学期刊《营养、预防与健康》中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欧美6个国家对3000名第一线医护人员进行新冠肺炎的对照研究。结果发现，植物性饮食患者相较于高蛋白饮食者，重症风险低73%。相反的，高蛋白饮食患者转重症的几率是植物饮食者的3.86倍。新冠肺炎呢，它最主要的一些会致死、会重症的危险因子，不外乎就是肥胖、心血管疾病，然后还有糖尿病。因为吃素都可以使这些危险因子呢给消失，所以说它就可以减少一个重症的一个机会。啊，现在是会喘，会喘啊，后遗症，后遗症是怕肺纤维化，就跟你说接到电话说他那个叔叔的弟弟已经在医院确诊死亡的，结果我们就被狂烈嘛，快筛嘛，真的确诊的啦，啊，我家师姐也同样是确诊，我很害怕，在群组写下我要活下去。那时候为什么会是我同样确诊？哦，我家师姐她住防疫旅馆是轻症，而我却住负压隔离病房。这是因为一个有出数，一个没出数。好好玩哦！好好玩哦！好好好好。我们吃进去了。啊，第3道来喽！好香好香。我深深发愿，如数、推数、劝数、祈祷，疫情早日消弭。好，你们谢谢。好。再见。人拼了命的想在异变中活下去，那动物呢？冲进屠宰场，把每一头猪、每一头牛都救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减少它对它的消费，我们可以不要进入这个产业链，我们可以不要进入这个消费链，因为消费者可以选择。你的一口，他的一命；你的一餐，他的一生。那些在超市里包装成盒的肉品，看似价钱比青菜还便宜。但它的标价没有告诉你，这片土地、这颗地球，为了那一口口欲，付出了多大的代价。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的报告中特别指出，甲烷影响气候暖化的程度几乎与二氧化碳不相上下。甲烷的排放已经让地球增温了0.5度。其中有29%的甲烷来自于肠道发酵，也就是畜牧业中动物的排气。这个牛胃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菌，那这个菌在消化了这些草料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甲烷。甲烷是很严重的温室气体哦，一个甲烷分子所造成温室气体的效应等于25个二氧化碳分子所造成的效果，换句话说是它是二氧化碳的25倍。
畜牧业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造成的全球暖化温度的上升有占有一定的角色，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畜牧业它本身哦牲畜的量是在增加的，那牲畜的量要增加，那牲畜的食物要怎么来，它一定要更多的耕地来种养这些牲畜吃的东西。包装盒上的价码没告诉你的是，全球有30%的土地都被用在畜牧业上，生产出的粮食有1/3都拿去喂养动物。没告诉你的是，生产1公斤牛肉要耗水15000公升，足足可以让你淋浴100天。没告诉你的是，全球有23亿人无法取得足够的粮食，而且严重营养不良的人数多达7.68亿人，等于每10个人就有1个人因饥饿营养不良。吃肉是一种选择，但非生存的必要条件。地球可以满足人类吃饱的基本需求，但却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与欲望。你选择吃进什么东西？你的厨房做什么料理？你的餐桌上什么菜肴？这看似简单的选择，已经攸关了人类与地球的未来。帮助非素食者开始吃素食，那也许对于友善动物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尽一点力量，也许是我们当厨师最大一辈子的成就。在杏鲍菇的身上有类似干贝的口感，唯独差别就是说，干贝煮熟之后它会有一丝一丝一丝的，可杏鲍菇没有。那我们就给它一丝一丝的口感，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切它，让它有切出一丝一丝的口感，然后再把它的菇味去掉，再把它让它倒进海味，超像干贝的。站在一个非素食者的角度，他愿意吃这样的食物，他愿意尝试从这样的感觉开始吃素食。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是因为那不是容易的事。长达3年半的时间钻研酱料的研发，我才让目前现阶段的12种汉堡与大家见面。里面有座位，哎，好，里面请，好，谢谢。国外的大厂他们所制造的植物肉，虽然说口味上很好吃，但是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其实不亲人。台湾的植物肉啊，其实技术都非常的纯熟，成本就不会相对的那么的高，那我就可以以50块到70块的汉堡来做一个推广素食的概念，哦，就可以让更多人愿意呢去尝鲜。因为姐的椒盐的炸鸡排然后 OK。我们的在选材这方面也是非常的严谨，我们每一天要用的生菜啊，都是我妈亲自去市场挑选的，那我们一定是挑选在地小农所耕作的。 Okay, 1 teaspoon baru sedap, tapi jangan masak sampai dia hangit pula ya. So hari ini apa yang kita nak buat adalah kobis goreng kunyit.想让他们知道吃素有多好，就这么简单。公的那个小鸡啊，因为他们不能产生，不能生鸡蛋嘛，长大了，所以他们就会杀掉它。他们才生出来才2天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如果放一个 blender 在我们这边啊，
拿一个那种打果汁那种 blender 啊，放一个小鸡在里面，叫我们按 button， 我们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酒店或者在 cruise 都好哦，一天我们真的是在 crack 千多粒鸡蛋，所以我在想，几多小鸡是因为我在做这个东西而死啊？ OK， so once kita dah buat amnan dimasakkan kita， 每一位掌厨者，每一个烹煮菜肴的人，甚至每一位消费者，我们都有让世界改变与永续的力量。你对吃的选择，对食物的慎思，都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大家好，我是林佳静，我今年6岁。我今天要煮的是酸甜豆腐鱼，交给下一个小小厨师来接受我的挑战。三姑妈妈连锁完成了，下一个小小厨师是蚂蚁涵。嗨，我是蚂蚁涵，今天我要煮炒乌冬面，噔噔。小小猪小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可以躲在爸爸妈妈的身边，都可以不要被杀。我们不是这地球的主人，我们只是这颗星球的过客，地球需要我们温柔以待。而素食者的心中微小的希望只是，穹苍下的天地万物没有生命，该为了满足另一个生命的口欲而牺牲，地球生态也不该因为人类的贪婪而受害。